为什么不能准时自己？我是想去坚持我自己，我想要坚持我自己，我不想要回去那些悲伤的曾经，到底还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想回到过去，想起不起你，我忘记了你，难道是我这一辈子最悲伤的奇迹？想不起来你，忘不记你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无法离去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这样去回避？我该怎么说才能够逃避？哦，无法再想起你，我怎么办才能够忘记？想不起你，我放不下。